1969年，岩守一13岁。这一年发生了4件事。一，他的嗓子开始变声了。二，镇上架起了电线杆，通了第一部摇把电话。三，他爹卖了一头猪，换了一辆羊角把的自行车。四，村里嫁过来一个漂亮的表嫂，名字叫吕桂花。走呗。上啥嘞？这新球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下午再打。那都是我不歇着，这电话来了一上午了，也该歇歇了。下午，下午。那不吃啊，你也吃啊。哎，爸，往哪儿来了？三筐，俺打三筐。三筐？啊，我挂电话一个多月了，三筐从来没咋通过，200多里地嘞，得多少电线杆了？大爷，这是很急啊。要三筐，要三筐。你要哪里？俺要的不是恁，是三筐。我这里就是三筐，我这里就是三筐。咦，那咋会是三筐嘞？说吧，说吧，说吧，快点说，别啰嗦。恁说。恁说。按照牛三金，他是俺表哥，哎，俺有急事儿。谁没急事都不会打电话，有事快说，回头我通知他。俺叫严守一，小名叫白石头，俺嫂子叫吕桂花。嫂子让俺问一问，最近牛三金还回来不回来了？就这事儿啊，这事还用着打电话？现在广播找人。现在广播找人，牛三金，牛三金，你的媳妇叫吕桂花，吕桂花上问一问，最近你还回来吗？牛三金，牛三金，你的媳妇叫吕桂花，吕桂花上问一问，最近你还回来吗？牛三金，牛三金。你的媳妇叫吕桂花，吕桂花让问一问，最近你还回来吗？俺带着嫂子打电话回来了。这是严守一的声音，第一次在世界上传得这么远。30年过去了，作为电视台有一说一的节目主持人，他的声音开始传遍了中国的千家万户。
You have an incoming call. You have an incoming call. You have an incoming. 怎么回事啊你？怎么不接我电话呀？这不是接了吗？我是他爱人，有什么事我告诉他。你。每一期的节目都有硬伤。上一期你把电话的发明者说成是瓦特儿了，哼，小的时候你就学过课文嘛。胡盖盖为啥子会跳起来，说他是发明蒸汽机的嘛？丢人呐！谁发明的？贝尔。哎，说啊。手机忘家里了，鞋柜上。没得时间了，马上就要录像了。嗯，今天于文娟在家。哼，我就晓得你的心头有鬼。怕那个鬼给你打电话是吧？哼，不好说。你拿我的手机给他打个电话，比回家快。还是带身上踏实。麻烦呐，沾上这种事就是麻烦。手机忘了吧？嗯，我知道。咱俩也忘。刚有一女的给你打电话，一听是我就把电话挂了。嗯？嗨，出版社张小泉的学生。他怎么说话这么冲啊？你疯丫头，说话没大没小。我走了。节目录制之前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，现在明明是白天，但我一会儿要说成晚上，因为我们节目的首播是在晚上。在我把白天说成晚上的时候，大家不要笑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有一说一，我是严守一，让我们重新沟通。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，结婚几年是个坎儿。在讨论之前，我先向大家做一个检讨。在上次打电话节目中，我把电话的发明者说成了瓦特，我们节目的总策划飞墨先生严厉地批评了我，他说电话不是瓦特发明的，是贝尔。我刚才给瓦特打了个电话，他说电话很平常，要发明咱就发明蒸汽机。看来我是错了，在此，我向广大的电视观众表示深深的歉意。脑壳转得快，做检讨都要抖包袱。我们这个班应到二十人，十到十五人，没到的全算旷课。同意。哎，该走。我叫沈雪，是你们这期台词短训班的辅导老师。今天第一天开课就有这么多人旷课，好像辅导根本没有必要。你们主持的节目我都看过，在这里对你们的节目内容我不想评价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你们的台词说的都不过关。说你那严守一，一个是吐字，一个是发音，这些都是说话最基本的。按照我们学院的要求，一个演员站在台上不用麦克风，说的每一个字都能让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听得清清楚楚。老师，您说的是十九世纪吧？我们都有麦。哎，还有一些主持人明明是北方人，非要说一口台湾腔。上课不许带手机，你知道吗，严守一？我没打呀。我知道你们是名嘴，
我尊敬你们，我也希望你们尊敬我。您还真认真了，沈老师。我们这课也就是走一过场，应付台里的考核。哎，说的对，哎，是这意思。要不您也走一过场得了。这里不是电视台，这里是大学，我是在维护学校的规定。沈雪老师，我认为您应该给我捡回来。这课没法上。老师都走了，咱也走吧。走吧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走吧，我在这儿忙着呢。走，嘉宾们，李劳同学。上了。大姨去了，小姐。你们那大风车也该。哎，玩笑开大。大风车什么？以后凡是我的课。你载我走。沈老师，我错了，沈老师，真的。今天早上我就找我们台长不高兴了，他让我写了份检查。您要是急着用，我就先给你。啊，错误虽然犯的不一样。但都是检查，先哄您得了。算了吧，我心里实在是不踏实。你讨厌呀你！待会儿来人让人看见，啊！别闹！哎呦，你属狗的老咬你！哎呦！哎，老高突然袭击我，这一堆事儿呢，今天真的不行。喂，沈毅。啊。那什么，你回来吃饭吗？不回去了。忙什么呢？下午在短信班上课，策划会挪晚上了。哎呦，怎么这么乱呀？你在外边呢吧？哎呦，马路上正跟费老找范哲呢。那我不管你了。啊，哎，好好好，你自己吃吧。不准走。捣乱吗？不是，家里来的电话，就是不让你走，让人看见。那你怎么了？门润出来。干嘛润出来？哎呀，找钥匙，先找钥匙。砖头哥呀，我是于文娟。呀，林伟，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儿，今天赶集我卖了一部收集。你村里农民成天在地里干活，买手机干嘛呀？也就是一头猪类钱，跟您说话呗。你不怕费钱？跟三太说，他还不信。你让收音接电话，让他跟三太说两句。哦，他到台里开会去了。你打他手机。打了。
我刚才刚打过呀，通的。你是不是打错了？会呀，那还等着呢。那我给他打，让他给你回啊。啊，好好好。啊，好的，替我问奶奶好。啊，再见。忙活人家也是工的。来来，前坐前坐。喂，老费，哎，师傅，哪儿呢？待在我们部队在三部。严守一呢？严守一没有跟我在一起啊。你们晚上不是要开会吗？啊？啊啊啊！对对对对，我好像是听他说了一句，他要去开个什么会。啊？哎，是。他这句啊。真烦人，身上车上全是你的香味儿。我把车窗全打开了，正吹呢，冻死了。那你就绕着北京多兜几圈，去趟天津再回来，味儿全没了。你就这么着吧。策划会开的怎么样呀？哎，跟费某抬了一晚上杠，明儿还得接着开。你先看着，我赶紧吃片药睡。这是找什么呀？大段要那个纪录片儿，上里面再找吧。我先洗个澡。严守一，嗯，你身上不是你的味儿。那谁的味儿？嗯，谁的味儿？谁呀？这么晚了，谁电话我也不接了。我替你接。你接他干嘛呀？费老的还没跟我聊够。费老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总算是开机了。你在哪儿嘛？于文娟打我的电话在找你。哎，我跟你说。
你把衣服脱了，我想看看。脱吧。严守一离婚了，从街道办事处出来，他想再跟妻子说一句话，但这句话半天也没有找出来。半年过去了，他给于文娟打过许多次电话，但于文娟从来也不接。台词短信班结业的时候，严守一和沈雪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。他对费墨说，和五月在一起确实很有激情，但她这种女孩遇事先想到的是自己，而沈雪这类女孩很多时候还能想到别人。我想娶她。练着俯卧撑，爹问：“胖儿啊，恁这是练啥嘞？”那儿子说：“俺练胸大肌。”你爹说：“练也是白练，恁再练也没恁姐大。”我们河南人没那么傻。搁在宋朝，我们河南人得教你说话。一打开电视，所有的主持人说的都是河南话。从国家领导人宋徽宗到妓女李师师说的都是这个。你们现在说的那北京话，那时候叫胡语，知道胡说八道是怎么来的吗？你才胡说八道。对了，沈雪，他这才叫胡说八道。李师师是杭州人，说的是吴语。哎，飞了，就是那吴侬软语对吧？对。哎，你是他的老师，这个是定了性的，他发不到。哎，不是的。你躲什么呀你？我又吃不了你，你有那么忙吗？喂。办什么外？我听得见。办什么？大点声！得了吧，得了吧，别听不见。别装了，你以为我？我说话你能听见吗？真没劲。我在火车上回老家。喂，燕丽可真响啊，我都听到了，你却听不到。费老，做人要厚道。见你奶奶，你怎么介绍我呀？费老不是已经给咱俩定了性了吗？你是我老师啊，费老，我就说我是你女朋友得了。哎，那我麻烦就大了。哎，严守一啊，这回到了你们老家，我倒是想见一下吕桂花啊。就你骑自行车带她去打电话那表嫂吧，那才是你初恋。腰已经水桶一样了。人已经搬到200里以外的矿上去了。费老要是有兴趣，我可以陪你去瞻仰。那就算了。我们坐床，盖门楼的砖灰沙，这是3900。三天吃饭是600。这一共是4500。嗯，王大哥，嗯，这是5000，你都拿着吧。你恶心谁了？他是恁爹不是俺奶？别啰嗦了。恁爹俺爹不是活一个吗？
对呀、啊。马坤，别说了，别钱。谁呀？鲁智信，叫我去杀猪。看我卖了个手机，他也卖一个。他北京没人、啊。俩手包，一条街上放个屁都能闻着味儿。他一嗓子不比拨号码快。公交套钱。农村条件差，你不习惯吧？嗯，农村好。老人家，早就想来看你来了，所以就是不带我来呀。爷，你的气色不好。有的时候啊，胸口有点发闷。俺石头老说，他在电视上说的话都是你写的。他打小啊就淘气，你听我多说说他。手艺常给我说啊，他从小就没得妈，你老人家把他带大的。六零年闹饥荒的时候，没得吃的，屋头就剩下7块红苕了。娃儿多，你最爱他，一个人就给他藏了3块，晚上都被耗儿叼起跑了。耗儿？哦，就是老鼠。哦，后来呀、啊，老鼠也饿死了，人呐就开始吃树皮和草了。洗脸吧，热水。吃饭了，黑狼。啊，吃饭。你慢点。哎，来，慢点。这房子不修也中。我跟石头说呀，他就是不听。你说我都94了，还能活多少天呢？画不住，画得住。我看你也就像49。马屁拍的不着调。奶奶，你把个扶起来，喝一酒，喝杯酒行吗？哎呀，喝一点，没事，几个高兴嘛。好事，在这儿。俺是手机的哥，在北京恁是他哥。哎，对头。好了，哎，心意我领了，从不喝酒。来，我们以茶代酒。那要是不喝，俺这个脸算是掉地上。哥，俺今天喝去，恁算了啥？哥，费老真的不会喝酒，俺替他喝，中吗？呀，那意思这一喝，俺这个脸算是实实的。好了。反正喝了。哎呀，喝了，慢点，喝了。干嘛老让我喝？你干嘛不喝？精神三下俺得喝。奶奶，他们欺负我呢吧？过去我们河南穷，好不容易买瓶酒啊，自己舍不得喝，先紧着客人喝。咱来一杯。好，三下，哎，对劲。哎，娟儿，不能喝就不要逞强嘛。这酒我得喝，喝下去了，咱北京人的脸不就拾起来了吗？哟，得赶紧去给我倒水。倒菜。林小鱼，这村里你有多少表哥呀？我让他们一个把脸都给拾起来了啊！哎，我不喝了，你们河南人太不讲理了。耶。我这找了半天都不见你人影儿，你喝他们的酒了，你得喝我的。喝吧，我的脸还掉在地上呢。哎呀，这个土票，瞧我大爷！喝，干多少这么赚？你弄啥的吧？你出嫁了高兴吗？是文娟叫你捎给我的。你不要他，我要他。还替我捎给文娟，跟他说，他不是我孙媳妇，也是我孙女儿。严守一临走的时候，又给老家装了一部电话，但老人有什么事儿，
还是托人给他带口信儿。几个月后的一天，老太太托严守一给费墨烧了一袋红枣，还烧了一句话：“枣能补心。”费墨对沈雪说：“这枣吃下去，责任很大。”我常说哈，我们做节目就应该像坐火车一样，啊，小站不停，大站才停。我还要说，我们做节目，哎，要像拌萝卜一样，那个萝卜。喂，什么事儿？你别来，我不在台里。别编了，我都看见你那车了。把电话给门卫吧。喂，我严守一啊，给他登记。哎，萝卜下吧。你那车往那儿一停，谁都知道你跟台里。明儿我停后边去。您说，您先说。好，我们就继续说哈。我就直接说萝卜。这个萝卜皮呀，通常人们认为它是无用的。这本儿本儿给我。这老邓不等了。要等呢？咋个不等呢？我不能每个人来都来说一遍嘛。小马，你快点。那我就不说萝卜了，我说狗熊。我觉得我们做节目就应该像狗熊掰玉米一样啊，掰一个就。有电话了，有电话了。哎，对。啊，行。哎，我听见了啊，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。肯定是一女的打的，这又编编。费老，对面说什么我给你学出来。开会呢吧？对。说话不方便吧？啊。那我说你听。行。我想你了。哦。你想我吗？嗯。你昨天真坏。嗨。你亲我一下。嗯。那我亲你一下。听见了吗？开会呢，把手机都关上，认认真真听费老讲，要严肃。严肃？我看你就是最不严肃。我把手机关了。你们也都关了。我都关了，改震动了。关上了。好吧，我们继续来说啊。我刚说啥子了？你刚才说火车。萝卜、狗熊、玉米，你要说什么呀？是啊，我要说啥子？我自己都不晓得我要说啥子了。哎，我看我们就做一期这样的节目就挺好的，就叫手机。我不在台里啊。哎，那个瞎话是张嘴就来。严守一，手机连到你的嘴，嘴巴连到你的心。你拿起手机来就言不由衷哦，你们这些手机里头有好多不可告人的东西嘛，啊！再这个样子下去，那个手机就不是手机了，是啥子？手雷，是手雷。在你说不在，严守一，我觉得你特别不大气。开会呢。去年在青岛，你不也在开会吗？是谁半截溜出来跑到我房间里了？冷静！哎呦，你都堕落到洒脏水的地步了，你也太让我失望了。怎么了？你是觉得我要亲你啊？还非亲你不可吗？亲你啊！别冲了。自打跟了那个教台词的好了以后，你还真打算改邪归正了？要结婚了吧？什么时候结啊？我给你当伴娘去。
一会儿过来。别害怕，今儿找你来是谈正事儿。飞墨想在我们社出一本书，社长说了，想让你给写个序。我给飞墨写序，不合适吧？你要是写书，我倒可以写序。像你这么没文化的，我也不脸红。行啊，行啊，我写，正愁没钱花呢。嗯，书名就叫《有一说一》，彻底揭露你的丑恶嘴脸。封皮还得注明了，少儿不宜。我觉得书名应该叫《我把青春献给你》。不要脸。都几点了，这么晚还嚷嚷，赶紧睡觉去。赶紧睡觉。人呢？都夜里一点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怎么在啊？我生病了。都两点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别跟我一块熬了。我不回去，我还得看你怎么逮学生呢。切，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呢？还拿这事儿当好事儿了。哎，昨儿我收拾你的包。那里头怎么那么多靓女的照片啊？我说累了，正找接班人呢。有你看上的吗？都不着调。陈老师，我给你提个意见行吗？嗯。别老翻我的包，这个习惯不好。切。讨厌。干嘛呀你？没少喝呀。喂。啊，你说你说。啊？谁的呀？像，真像，啊，那么多的玩意儿，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个像。哎，对了，一会儿见文娟的时候啊，你就不要往回招呼了，怎么揪他都瞒到你，那恐怕覆水就难收了。本来来文娟也不想让我告诉你，我一想生娃儿那么大的事情，还是跟你说一声的好。你说你这个人，哎，太大意了嘛！离婚的时候她怀孕，你都不晓得呀？哎，他是在惩罚我。特别舒服。哎，守一来了。哎，我听说呀，人年纪大了生孩子特别聪明。守一，看到你儿子了？看着。太好玩了。
娟子，这个是刚炖好的鸡汤，来喝一口。对对对，千岁喝一口。文娟啊，我呢给娃儿起了个名字，不晓得中不中你的意哈、啊。是个儿子嘛，就叫他岩石。哎，不是那个石头的石哈、啊，取个谐音，一是说娃儿长得结实，二是说这个娃儿呢长大了以后实实在在。啊，娟子啊，我们家老费啊，就为了这个孩子的名字，昨天折腾了一夜。娟子，奶奶又让烧给你的。奶奶说你还是她孙女。你和孩子有什么事儿，随时能找到我。从今天起，我这手机24小时都为你开着。燕子，麻烦件事儿。帮我把那手机拿开，我不找谁。喂。开会呢。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别忘了，这可是人家婚礼，小苏可真在乎你。知道了。别迟到了啊。一二三，哎呦！一二三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田守义，就是你喊的勉强。你是不是等着和陈雪结婚再喊呢？我想喊的是，嫉妒死我了！看好我们的铁后卫就行了，查学生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。来，小苏老师，真不错啊！不行了，新郎来，新郎啊！谢谢谢谢，白头偕老。哦，白的白的还是白的。不是呀，勤勤再勤勤，勤不够咱绕着勤，咱保着勤。月亮代表。我的心，喝够了吧你啊！又是一年春来到，人结婚你干嘛那么兴奋啊？满天飘，人喝酒都一个点儿一点儿的抿，你倒好，一杯一杯的干，不容易。全乱套了。我把那瓶酒换成水了，小苏演的可真像一个这，哎呀，我真不行了，这你看出来了吗？他说以后我结婚他也这么照顾我。你真行啊，不容易，就得相互帮忙，真是不容易。哎，哎，哎呦，华蓥山。巍峨耸立，万丈高。嘉陵江水。怎么那么爱收拾我这包啊？哎呀，这手机是谁的呀？费老手机坏了，剧组给他买一新的。你们给费老买那么花哨一手机，人女的才用这种手机呢。
严守一，晕死我了。这手机是给一女的买的吧？我实话告诉你，那个手机是我给于文娟买的。她生了个孩子，是我们的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兴奋呢？原来是喜得贵子啊。什么喜呀？是愁。你比小苏演的好多了。打算怎么办？嗯？什么怎么办？好办。我走，你接着跟他过呗。不是，你是个骗子！那他这事儿我也没想到啊。送你们上机场吧。他自己要了个出租车，到了我那儿你就放心吧。啊，哎，那大人孩子有什么事你告诉我，我随时过去。行，哎，我走了。哎哎，回去吧。孩子满月之后，于文娟被他哥接回南京老家休产假。在娘家一待就是半年，这期间严守一往南京寄过两次钱，但都被退了回来。这就是一孤岛，守着一灯塔住了一百来户人，别说是汽车了，连自行车都没有。给我们出版社写书的作者凡是想找清静的，我们就给他发这儿来。中国移动通信，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有一说一，我是严守一。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人该不该撒谎。我们每个人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闭上眼睛说的话大概有2700多句，有的人还说梦话，那就再加上30多句。人该不该撒谎，请现场的朋友踊跃发言。您请。这有什么可讨论的，做人本来就不应该撒谎。我在动物园喂了一辈子老虎，他一个不会说话的东西我从来没骗过他，每天该喂几斤肉我就喂他几斤肉，一天都没骗过他。您就是骗他，他也不会跟人说去，可您要老是缺斤短两，他可就把您的分量也一块算上了。只要会说话他就撒谎，问题是谁在撒谎。你像我们也就骗骗亲戚朋友，像您这样的公众人物就不一样了，您一撒谎影响可就大了。我听出来了，您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出去，你骗我可以，我不能骗你。沟通从新开始，中国移动通信。两家西桌屋，两家，其实我说呀，不叫两家还好些，一叫两家呀就有些暧昧，这个就叫欲盖弥彰啊。我们老板不是这意思。那你们老板啥子意思？是因为我们有四两。哦，哪四两嘛？良家妇女用善良的心、优良的服务给顾客留下良好的印象。那我要是觉得不良好呢？
你是我们老乡，你咋能觉得不良好呢？要是你觉得不良好，老板要扣我们奖金的。嗯嗯，没关系，他就爱抬杠。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水概率50%。那是带伞好还是不带伞好啊？你为鱼而凑谋。啊？晴天也还是带到把伞好哦。你咋个晓得哪块云彩要落雨呢？老板，你的手机在口袋里头震动。嗯，是吗？还真是啊。喂，谁呀？挂了。你再给他打过去呗。算了，不认识这号码。肯定又是记者，甭给自己找事儿了。今天的报纸呢？在我这儿垫着呢。我要上厕所。你上完厕所再看不行啊，非这儿给我捣乱。你不睡觉弄它干嘛呀？我不弄它，明儿你又说刮胡刀不好使。就这版，战争这版，我看这个。行行行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都让胡茬给腻住了，它能好使吗？行了。嗯。心系顾家。真像于文娟，我转了一圈，找的还是同一类人。我可不愿意做于文娟二世啊！攻入总统府，不见决战，一军神秘消失，诱敌深入还是引狼入室？上厕所干嘛不脱裤子？给谁打电话？既然是给于文娟他哥打电话，干嘛还背着我？假模三道的要报纸往厕所里躲，你也太处心积虑了吧！笑什么笑？还好意思笑呢？处心积虑证明在乎你。从你知道他有一个孩子。你就显得特紧张。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，
照顾他们和旧情复发是两回事儿。放心，冤梦不可能重温。我说不让你照顾他们了吗？我是觉得你心里有点飘。我哪飘了？你今儿洗脚的时候，你这手机好好的，干嘛改震动啊？有事瞒着我吧？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，早改邪归正了。我可不愿意做一傻子。我又不是离了你就活不了。讨厌！给我写一检查。你在这儿等我，先别过来啊。哎，我给孩子找了一保姆，人挺老实的。你后来寄的钱我都收到了，没告诉文娟。哦，你儿子会做了。哦，是。这电视上一有你的节目啊，只要文娟不在，我就让他看。哎，是。这次送文娟回北京呢，本来没想给你打电话。嗯。可是，文娟遇到一麻烦。你看，你能不能帮帮他？他原来待那公司，解体了。既然这样呢，我就留他在南京多住了些日子。这不这几天他又想回北京了，你看你能不能再帮他找个工作？这是来北京之前照的，我知道你想孩子，不过最好现在先别见，咱们一步一步来。户口本上姓也是随的我妹，咱也一步一步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辛苦辛苦。我怎么觉得你越活越抽抽了？给人家费墨写一序，你还带着条件？跟你们社长说，于文娟会拿字。你别跟我们社长说去吧。跟于文娟离了婚又没娶我，我不欠他。谁学？喂，在雅宁那牛排店呢。出版社的几个人，给飞墨写序的事儿。嗯。可以啊，来吧。沈雪要来，更好，让他给于文娟安排工作吧，不能光占便宜，也得为受害者做出点贡献，安排到戏剧学院吧。要不你先走得了，我就不跟你见外了。我今儿还非见他不可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他就是那黄雀。这儿了，这儿。人呢？上洗手间了。你坐这儿。哎哎，小姐，牛排再来一份，七成熟的。您稍等。哎。沈雪吧，我是出版社五月。啊，你就是五月呀、啊？坐吧，哎。徐社长，临时有事，提前走。嗯。他明天早上坐八点钟的飞机去西安的书市。刚才我逛商场的时候给你儿子买的。嗯。哎呀，我一看这牛排肚子就饿呀，我先吃你的。是是是是是。我也是，吃上这口就上瘾。我沈雪要是饿了，一分钟都等不了。一会儿你吃我的。
小孩的衣服买的真好。我来之前你们几个人吃饭？三个呀。严守一，撞的碗筷我就能看得出来，你们一直都是俩人。不是社长走了，服务员给收了。你的台词练得有点退步啊。你要干什么呀你？非把我叫来拿他示威呀？确实就是我们俩，就我们俩。可是呢，也是为费墨出书写序的事儿，啊，怕你多疑，我才这么说的。你老这么疑神疑鬼的，我都不敢说真话呀。那他怎么也这么说？社长明天要去西安。我没来之前，指不定你们俩怎么预谋呢。说了要改邪归正，旧情复发吧，你这是。你把事情分析得这么有条理，你干嘛呀你？我是找老婆，不是找他们间谍。你干嘛呀？真像，从你妈搬到矿上就再没见过。叔，阿玛可是一在电视上看见你就笑，他说跟他到镇上打电话的不是你，你那时候根本就不会起身。吃面嘞。哦，你叔啊，现在是瞎话张嘴就来，我得赶紧走，招生组得开会。我明天啊跟你把名先报上，考试的时候别紧张，老师让你做小品，你就做那些身边发生的事，听见没？这是俺妈逼的，其实俺不想当明星。那想干啥嘞？俺想干叔叔这节目。听见没？人家是想接你的班，根本就先不上我们那儿。主持人好党，不就是说话呗？老费，哎。哎哎哎，我打了。不让我接，原来是有人送。车不好，人好。一个学科院的研究生学美学的，对我有些崇拜。费老一再教导我们，麻烦。您这可是顶着麻烦上。严守义，做人要厚道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有请本书序的作者严守一先生来上来跟我们说两句。有请。我认为书分两种，如果让我写一本书，就是给大家解个闷儿。但像费先生的著作，对我们认识自己是有指导作用的。我读了费先生的书才知道，人类在学会说话之前用的都是肢体语言。把一件事说清楚很难，要跳半天舞。骗人就更难了，比划一天也不见得把谁骗了。学会说话之后，骗人就容易得多。
动动嘴皮子就行了。我明白了，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，大家都要以诚相待。那您做的这个有一说一的节目，是不是就要从这个谈话类节目变成舞蹈类节目？每次节目开始，严老师要先领舞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严老师，在这给大家来一段吧。我敢说，这书一面试，盗版马上就跟上了。嗯，可能你不信，三天。我这个书一不是写的风花雪月，二不是写的啥子凶杀呀、破案呐，盗版的人无利可图。看不起。打了，真是打断了骨头连到筋呐。放你这儿吧。啊，放你这儿。哎，沈雪她应该接受这个事实吗？这不还有宇文娟呢吗？让她看见，这不是件舒服的事儿。我那个老婆原来也不接受沈雪，但是最近我发现了两个人的通话非常的频。一起打扰一下，戴老师能给签个字吗？谢谢您。不是，我两个人通话非常频繁，沈雪这些日子变得也有一些虚弱。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是说世界上的事情。怕节目，对不起，我想麻烦你帮我签个字。行了行了，下一个吧。牛彩云，到。老什么号？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？矿工。那你就是矿工的女儿，你表演一下你爸爸下班之后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儿。怎么了？不回来了？下一个吧。吴思雨。再见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哎，走了，哎，走走，哎，再见。哟，老先生怎么了？走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老先生，别走啊，走走走。刚才人多，没时间说，特别感谢，把我前期的工作解决了。啊，五月都跟我说了，这事儿从始至终都没让宇文娟知道跟你有关系，啊，咱们再联系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啊，好。别走，别走，哎。哎哎，老严，这是往上的啊！Thank you.
没影了，跑这儿瞎白活什么呀？我正研着嘞，不是就一安爸吗？安爸威胁回到家做了第一件事，他就是传闷啊。他每天挖完煤回来就不洗个脸呢？鼓个掌，隔辆自行车就走。你就不能让他跟你妈说两句话？他跟安妈没话。你可真行啊你，跟你叔说去。晚上吧你。别用我耳垂，苦。真苦啊！什么呀？香水。知道你新买了一电话，有这功能。你录它干什么呀？那得看你对我怎么样了。我娶不了你。我没那么天真。我给你老婆找了一工作，你也得给我找一工作吧。你不是有工作吗？你们有一说一，不是正在招主持人呢吗？我报名了。我不希望有竞争者。你也太……哎，你这是讹诈呀！是交换。三年了，你不能让我什么都得不着吧？这事儿得从长计议。严守一，这事儿没商量。我还告诉你，你真以为我们社长给于文娟安排的那份工作是给你面子啊？他是占了我便宜。叔，我都不能忍，俺事儿让俺们枕楼烟，枕杨楼他们又不忍，下次俺可不能弄那实诚了。嗯，你不是实诚。你是缺心眼儿？你怎么跟这孩子说话呢？明年吧，明年你早点来，我给你辅导辅导。喂，谁啊？一二，严守一的。我还以为你找我呢，找他干嘛不往他手机上打电话？关机了，等着啊。李二。哎。李二。燕子。老爷，干嘛呢？好了。我在车站送人。费老师不是有什么指示啊？还没回来呢。你们下午是在希尔顿酒店开会吗？啊？哎，你等一下啊！哎哎，你先彩云上车吧啊！到老家来个电话。再见。哎哎，再见再见。哎，老姐。哎，你说。你们是在希尔顿酒店开会吗？啊，对，是在希尔顿酒店开会呢。你去了吗？我得送人，先走了一步，会还没散呢。哦。嗨，你们家费老你还不知道啊？他不说痛快了，谁敢说散会啊？陈姐，啊，李二急了。喂，他们合着伙的骗我。哎，燕儿，你别着急啊，哎，你慢慢说。他根本不是在希尔顿饭店。嗯。嗯。好好，哎，就这样。
李二洗衣服的时候，从废墨裤兜里掏出一张房卡来，是友谊宾馆的。李二问他跑那地方开房干嘛，废墨说你们下午都在那儿开会。李二不信，就给你打电话，故意把友谊宾馆说成是希尔顿，没想到你上当了。这不正好说明废墨撒谎。老板，进去吧。原来是个骗子，原形毕露。说话呀，怎么不转词了？平常我上网聊个天，你就说我堕落，说什么人生苦短，白驹过隙。你倒是不过隙了，你是只争朝夕。什么没学研究生，不行，不行，上楼说话。呸！没学研究生，什么没学研究生，不行。误会呀，但是哪个有人相信呢？房间我是开了的，但是没有上去。该在咖啡厅做二轮刀，左思右想，我心头一直在挣扎，还是怕麻烦。二十多年都睡在一张床上，确实有点审美疲劳。还是农业社会好啊。那个时候交通啊，通讯啊，都不发达。你仅仅赶考几年不回，回来以后你说啥子都是成立的。现在近太近了，心里人都喘不过气来了。带上吧。听我说，我知道你要说处心积虑是因为你在乎我，怕我多疑，对吧？你干嘛要把照片放废墨那儿啊？让人怎么想我呀？我呢？你特恨李燕吧？
昨儿李燕把照片给我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她不怀好意。可是我现在很感谢李燕，我不仅感谢李燕，我还感谢费墨出了这么档子事儿。我想了一宿，我就是个傻子，我还去劝别人呢。其实我跟人一样。这一照片，他跟费墨昨天那事儿，他怎么能一样呢？我说的不是照片的事儿，我说的是费墨撒谎的事儿。我说的也不是费墨撒谎的事儿，我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替费墨撒谎。昨儿在火车站，你干嘛关机呀？昨天费墨不让我开机，我哪知道他是怕李燕给我打电话呀？你急什么呀？你但是昨天没开机吗？你现在成天都关着机，要么就不在服务区，都是怕李燕给你打电话。你一定有别的事。你帮费墨骗李燕，费墨再帮你骗我，你们不就是这种关系吗？你要是这么认为，那我就没法说了。你是没法说，因为你心里有鬼。看好了啊，开着呢，给你放这儿，你捉鬼吧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有一说一，我是严守一，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有病。这个话题是我们栏目的总策划费墨先生搞的，当然他说的有病不是指身体有病，而是指心理有病。心理有病不像身体有病那么容易诊断，但是心理有病也会反映在身体上，比如说失眠、心慌、手脚发麻、语无伦次。对不起，我忘词了。不谈了，不谈了，有点乱。行，开始吧。人为什么会心里有病呢？据费墨先生说，生活很简单，你把它搞复杂了；或者生活很复杂，你把它搞简单了。这是费墨的通话记录，这是严守义的通话记录，这是您二位的证件，您下次带着机主本人的身份证来办理。谢谢，不客气，再见。看看，都是给那个骚货打的，你看，一天能通四次电话，还说坐而论道，他一个星期也跟我说不了这么多的话。严守义倒没怎么打。就是昨天有一个电话号码，那一气儿打了一个多小时，凡是超过五分钟的就肯定有问题。别不是记者吧，他们有时候也没完没了的。你可以用手机给他打过去啊，看对方是谁，如果是女的，你听他的态度你就知道他是谁了。
算了，先回去吧。走。You have an incoming call. You have an incoming call. You have an incoming call.我想见沈雪，你看着办。怎么不开灯啊？你想看什么？雪儿，咱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？两年了吧？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。五月想见你是想跟你放一段录音。你说的对，我跟飞沫是一样的。前几天我也和五月在宾馆房间里待过，我比飞沫更糟，他把过程都录下来了，他在要挟我，他要取代的不是你，他要取代我。要到有一说一当节目主持人。You have an incoming call. You have an incoming call. 喂。我知道了。从上午开始，老家来了十几个电话，没人接，又打到尤文娟那儿。我奶奶不行了，她等着我呢，我得马上回去。
早回来办事儿，说能跟老人耍上话了。俺来三个事还说嘞，你来不来没啥，就是想跟孩子见上一面。俺来交代，里屋有半根黄豆，是这去年秋季在地里捡来，上给他办事儿的时候换成豆腐待可用。俺奶还说，吊孝的时候也让鲁智熙喊丧，他嗓门大，别人给两根烟让你给他三颗。俺奶还说不让你哭没用，说你整天在电视里说话，把嫂子哭哑了，耽误工作了。俺奶还问起上次来的那个姓费的朋友，说他是个好人。严守一回到北京以后，从此就不再用手机了。入冬后他患了感冒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好，感冒又导致了声带发炎，嗓子像少年变声时一样沙哑了。他向电视台请了假，在家里养了半年病。半年之中发生了几件事。一，五月去了有一说一当主持人。二，费墨出国了，去了爱沙尼亚，据说在一所语言学校教中文，从此杳无音信。三，他和沈雪分手了。除夕那天晚上，他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，他对沈雪说：“我有些想念费楼。”变得真快啊，没想到连你也变成 IT 界的人了。就是去年考试的时候在操场上碰着的，他们正好在挑推销员呢。叔，我们公司老总想请您当我们手机的代言人。我嗓子哑了，代不了言了。不用您说话，有人给您配音。叔，这是我们公司送您最新的样机。叔，我们这个手机可先进了，我来给你演示演示吧。开机，它呀带移动梦网、卫星定位。本机现在的位置是北京市朝阳区大西洋新城210楼3门21B。我不要手机，没人找我。我还找您呢。我给您照张相吧。Thank you.
会儿，让吻一吻，曾经你还会来。